三更，饭店的钱你若无拿出来，你就马上把我搬走。你会搬的呢？你真正该提起袂哦。家里有吃不饱，为什么袂使袂定？阿妈有办法了，会当解决房间钱的问题。你想要怎样？阿姐。不能那样子，那也不行。我无，我无偷提物件。阿妈，你是不是超工的？你欺负我妈妈？你是不是有偷提物件？不是你讲的准守。妈，你看那是直接来报警，还是把这两个寄生上流的母仔赶出去？你面色青顺顺，几人看起来戆神戆神，你拢要无命，搁算什么命？恁真正是有够好大胆，假死做鬼来，你共创治，这是谁想出来的奥博啊？下死下井！以后你条模样就改名叫做下死下井。啊，若无七天以后，迄个查某囡仔若是浮起来，恁两个就准备去面对官司，吃免钱的。应该讲我拢先讲啊，三更饭店的钱你若无拿出来，你就马上把我搬走。你会搬的呢？你真正该提起袂哦？家里有吃不饱，为什么袂使袂定？阿妈有办法了，会当解决房间钱的问题。你想要怎样？阿姐。你自己细汉时阵，甲你收留，甲你笑容甲遮尔啊大汉，也毋过你煞提因，将重视的人的性命来讲生笑，你敢对会起阮本家？是非已经足清楚啊，阮嘛认错啊。世界无应该讲遮的话来伤害大家感情。你今仔计划一件代志，连我你拢袂甲我讲，连我你拢要阮骂，你伤害是我对你的信任。我会顺着手的，那毋是？那无去？我无，我无偷提物件。阿妈，你是毋是超工的？你欺负我妈妈？你是毋是有偷提物件？毋是你讲的准守。妈，你看那是直接来报警，还是把这两个寄生上流的母仔囝赶出去？